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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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即是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看课本356页。那讲到356页大乘不共法里面闻思修正，那这里讲到所谓的这个是欲流之那大乘的十法行里面其实就是闻思修正，那修行其实基本上就是闻思修正的次第。那讲到这个四欲流之我们上次有讲，稍微再讲一下。我有看到一个好像是达赖喇嘛的解释那非常好。他说四欲流之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义四欲流之写在这里你说就是由凡入圣超凡入圣的四种四个次第那第一个我们说过闻思修正，那有时候我们讲信解行见，那是从信入手的那闻思修正闻多闻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是由这个清净善事而来清净善事那应该是这样，应该不是闻思修正，是清净善事听要先讲四欲流之就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法随法法是涅槃随法就八正道随着这个法而能够证到这个法所以叫做法随法行就行这个随法而证的这个法那 有些人会把它分成法随法行其实不是。那么清净善事里面我们说这个是闻思这个是修就闻思修闻思修然后会有得证这个得到这个法就证。那么基本上清净善事是为了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之后要如理思维，如理思维之后要修行，修行之后证得这个法就如实知如实见这个法就见法。好，那从这边来看，一般来看说是你清净善事这中，你清净善事必须因为他是为了听闻正法，所以他要依法不依人，他就有所谓的四依，四依，四依依法不依人这个是听闻正法依义不依语你听这个法，重点是要
如理思维，所以你要思维它的道理，而不只是那个文字，啊，所以一义不一义。那么思维道理是为了要去修行啊，那么要得到它正确的啊，就是思维要思维它正确的道理啊，因为佛法有分世俗谛跟圣义谛，方便跟究竟，那你要思维它了义不了义啊，那你要一了义的，而不是不一不了义的啊，所以这个义里面又有了义不了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你一了义去修行啊，它不是文字语言而已啊，啊，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的法啊，是依法。那一了义，那么重点是要修正的，要修正的，要修行正德的，所以一次不一次。这个白话啊，三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我们应该啊，就是说应该学习善知识的正法，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善知识的正法。不是啊，依指的是他的正法，而不是他的名声地位啊，也不是感情式的啊，也不是依啊，因为他对我比较好啊，或是我跟他有亲戚关系啊啊，也都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他有正法，应该学习他的正法，而不是他的名声地位啊，然后当然是其他的，只要跟正法无关的，都不是你亲近依指他的。或是他能够照顾我，啊，然后是只要我痛苦的时候，他就能够安慰我，啊，但是重点是正法，啊，他有没有让你能够向善、向上、向解脱的正法，啊，如果有，啊，那个就是善知识；如果没有，啊，即使他名声很大，他地位很大，他可以让你赚很多钱，啊，他可以帮助你度过啊难关，啊，他可以怎样怎样，但是他给你的不是正法，那个就不是善知识，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所以叫你依止善知识，啊，啊，这不是这些种种世俗的利益，啊，名声地位，啊，可以这样讲，总归是世俗的利益，啊，你要获得的不是这些，而是你能够依止这个，因为你最终是要欲入圣有的。你亲近善知识的目的是要让你得解脱，啊，我们说向善、向善、向上、向解脱嘛。啊，甚至是要让你成佛的，啊，而不是你，他可以带给你这个安，这个世间的利益啊，不是这样啊。所以他重点啊，他是解释到这里啊，就是说应该学习善知识的正法，而不是名声啊、地位啊，这种种啊，这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这个是依法不依人，好，那依义不依语啊，了解意义而不只是学习啊言辞知识。那么他跟你说的这些正法，你必须要依他所学的这些正法，依善知识所得来的法，就是这个法，就是正法，啊，那就是正见正法。那么所得来的法，你要一了解，思维啊，我们叫做信解行正嘛啊。那么解，你要去了解，了解它的真实意义，了解其意义。凡事都要了解它的意义，啊，那么它对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帮助？
所以佛法常常讲，佛陀说法有义有利，啊，你有意义的，它不是没有道理可说的，有道理可说，而且实际上对我们有帮助，啊，而且这种帮助是向上、向上、向解脱的，它必须是这样，啊，了解其意义，而不只是啊，不一就是不只是学习知识而已，啊，所以佛法不是知识的累积。他不是我学了很多名相，学了很多名词啊，我会背什么，我会背什么啊，然后写论文啊，他不是这样子的，了解其意义，而不只是啊，而不只是累积知识啊，学习缘起啊，而不只是学习这些名词知识啊，我们说名相啊，知识。不是累积这，我们不是在累积这一些啊，所以有很多人论文很会写，但是他不会修行啊，就是他也许啊了解啊，比如说这些论文啊，比如说写唯识啊，写中观啊，啊，那么但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决啊，他不会用啊，那这些就没有意义，只是名词上的、知识上的累积而已啊，他重点就是要。佛法的所有重点都是离苦，那么苦一定从业来，一定从烦恼来，所以它一定是让你不造恶业，造善业，那么尽量不造杂染的有漏业，而造清净的无漏业，它是这样，然后让你的心清净，其实就是它重点在这里。那你如果学习这些佛法，你没办法这样用，就是第一个你不了解它意义了，啊，这个这样跟你讲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么。意义里面又有分啊，了义的不了义的，啊，所以你应该寻求啊，就近真实的意义啊，啊，这里就是啊，也是应该的，都是要应该啊，就是一啊，你应该了解啊其意义，而不只是学习名词知识、名言知识啊，应该。寻求究竟真实啊，就是理解寻求究竟真实，究竟的意义了义了啊，究竟真实的啊，就是了义胜义啊，寻求究竟真实的意义啊，究竟真实的意义。啊，而不是方便暂时的意义。就是方便说了，所以龙树讲的四悉檀啊，那么第一悉檀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四见悉檀啊、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其实都是在某方面依人依时依地而说的啊，这个是方便说的，应该寻求真实的意义啊，而不是暂时的、一时的啊，就是一时它是对治的，暂时的意义。表面的意义啊，方便的意义啊，啊，这个是所谓的医疗医不医不疗医，那医治不医治呢？啊，治基本上就是我们比较虚妄分别的啊。他说，应该依靠深刻经验和领悟。就是透过修行得到的直接体验啊，应该依靠啊，这个好像是达赖喇嘛说的啊，我已经忘记了。我觉得讲得很白话，而且很容易明白啊，应该依靠深刻的经验和领悟。透过修行得到的直接体验和领悟，深刻经验和体悟，领悟领悟。而不是纯粹理性的理解。
做纯粹理性的理解，不是。这个就是哲学跟宗教的不一样。所以后来唯识说要转世成智，基本上就是这样，它不是意识上的分别而已了，那因为我们很多的观念通常都是留在意识上的分别，而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是杂染的，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是带有这一些杂染，或是带有过去的经验，然后或是带有一些本身它就是有一些错误的，所以你用这样来认知的时候，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了解，那我们说这个佛法，尤其大乘佛法很重方便，那一般我们说了义不了义，比如说龙树讲四悉檀，四悉檀，那方便说的基本上方便跟就近，了义跟不了义，方便跟就近。就是圣义地跟地义地，这个《法华经》说，这个正直舍方便，但说地义，就方便说跟就近说，它就有四悉檀。那这里主要就是比如说世间悉檀，依世间人的世间悉檀，悉檀基本上就是一种所谓一种方便。依世间，世间的这种习俗啊，怎样啊？那么为人悉檀，就是让人家是告诉你比如说《大乘经》里面讲，你读了这本经，功德有多大多大多大你就升起这个号耀身上就为人身上那么为人悉檀然后对治悉檀就专门对专门因为你而说的就对治悉檀，然后。就近的是第一悉檀，第一悉檀。那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的。那我们也是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清净善事是为了天闻正法如果你这个善事里面不能让你天闻正法，那就不叫做善事，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跟我们前面讲，所谓的正法，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解脱的，可以让你离苦的那至少是世间正见然后出世间正见，然后四出世间正见，就是大圣的一般来讲，我们讲世间正见比如说有业有报讲五戒十善的，叫你要修五戒十十善这种的世间正见。那出世间正见叫你要离欲得解脱的然后这个是出世间正见然后四出世间正见就是大圣，这个是三圣共法，这个是五圣共法，这个是大圣不共法成佛之道里面讲的类似像这些出世之间的正见好，那这个是他讲到这个四依应该学习善知识的正法，而不是他的名声地位你亲近他不是因为他很会，他唱诵拜很好听也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看，也不是因为他这个能够让你能够加持你，让你生意变得更好都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些，而是因为他能够告诉你这个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四出世间，最重要是它能够让你离苦得解脱我们说向善向上向解脱那么你听了这一些之后，你要去思维它的道理，你不只是把它背起来像我们常常在背心经观自在菩萨心证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你什么时候真正去了解它在讲什么？没有你认为我背了我就会有智慧？没有，你都不了解怎么会有智慧呢？这个就是你诵了那么久，背了那么多遍，那你都不晓得你在背些什么那背这些做什么？就是你背了什么你念了什么？
那你念这一些做什么？你都不晓得，你只知道，那么大家都这样念，我就这样念，以前就这样念，我现在还是这样念，啊，念了做什么？念了就是啊，念了就会有功德啊。那功德从哪里来、啊？你也不知道啊，你知道这个念呢，啊，是谁给你的？没有谁给我，就你念普文品，观音菩萨就给你；你念地藏经，地藏菩萨就给你，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就你不了解它的道理，你也不去了解。那么你要了解它的意义，而不只是啊，你背这些哦，要背什么，要怎么念怎么念，啊，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应该，那你了解它的意义，应该意义又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讲方便的，一种就是就近的。那你要了解它就近的、真实的，而不是方便说的、短暂说的，啊，为什么人特别说的，不是的，它是就近地、真实意啊。那后面会讲到二地啊，世俗地跟圣义地，啊，那你要了解它真实的这一部分。然后你了解这些做什么？你了解的做什么？比如说照见五蕴皆空，那你连五蕴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五蕴知道了，那为什么要讲五蕴？啊，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啊，为的就是要让你什么？啊，你要去真的证的这个，啊，照见你要去真的这个证的这个证的这个做什么？因为你证的这个可以解脱，解脱你就离一切苦，啊，就度一切苦厄了嘛。啊，因为有生才有死嘛，有生死才有一切苦嘛。才有这个无蕴身，才受一切苦嘛。那你现在照见五蕴皆空了，你断我见了，我爱了，你就不再受一切苦，你就不再造业了，你就不再造业，你就不再招感生死，不再招感生死，你就不受一切苦。啊，它从这里来的，所以你必须去修，真的持戒修定，那么由定中观照五蕴，然后这照见五蕴皆空，你必须这样的，而不只是哦，你研究它道理，研究它道理哦，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讲。哦，那只是这样，那这样也没办法解脱啊，他没有办法真的经文要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五蕴是什么啊？色受想行识啊，亦复如是。他为了告诉你这些，就是要让你依次去修行，去取观照。那么你观照之后，内己其心，如理思维，就是你的心专注啊，然后心安定，然后在安定的心当下，心有力量去观这个五蕴的无常、苦、空、无我，那么由这里得到解脱。那么解脱之后，你这一生受完了。如果你证阿罗汉，这一生受完了就没有；如果你没有证阿罗汉，那么顶多证，如果证出果，那么顶多七次，你就可以啊，不再受苦了啊，七次人间往返。如果你行菩萨道啊，比如说现在讲大圣，那么你得无生法忍，那么你来人间，那么你也不会随意受苦，你是因愿而来人间行菩萨道，你不是像一般凡夫众生，随着业去哪里也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也不知道，去那里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你是随业来的嘛，被着海浪推到那边，你就到那里了，啊，那边有鳄鱼、有鲨鱼、有什么你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啊。然后，但是菩萨因愿就不是这样啊，他已经得无生法忍了，有空性了，有无我的智慧了，那么。他是医院的，我要去那里，去那里做什么？啊，那边有我有可度的众生，有成熟的众生，有人做，我那边行菩萨道，啊，我跟那里有缘，啊，他就去了，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要依深刻的经验和领悟，啊，而不是只是，啊，你只是知识上的，啊，像我们有时候学习佛法很容易落入，啊，所谓的知识上的累积而已，啊，这是很常见的，啊，我以前在读佛学院的时候遇见一个。有一个居士啊，他也读唯识，他也写论文，写了很多唯识的论文啊，但是他后来跟我讲之后，就觉得这些他懂的这些都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就是真相的这种力量。他说他很想做一只苍蝇，我说怎么会想做一只苍蝇？他说做苍蝇，人家煮完饭他先吃，吃完了他就走，他什么都不用负责，他非常好。你看这种观念是在哪里会是？就是说，你很明显的你的佛法没有带给你真实的受用啊！你会写唯识，但是你不晓得唯识所限嘛？你不晓得你这个心想做苍蝇的心，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你这样表示说，你现有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你的佛法没有办法解决你身心产生的困扰。
那第二个，你发愿要做一只苍蝇，你想做一只苍蝇这件事，这实在是很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实在是很离谱的。没有人发愿要做三恶道的众生的，都是要离三恶道。没有人说苍蝇至少是畜生道，而且畜生道里面的低等畜生啊，它的好处只是人家煮饭他去吃，吃完他再走，只是这样而已啊。可是它有很多坏处啊，对不对？而且他吃的常常都是大便啊。你没有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虽然也可能是随口讲的，但随口讲的就反映他的心态啊。那么一个，我是老实讲，一个是佛教徒，他绝对不会说啊，那么想说，就是他不会想说哦，我想要做什么动物，做什么动物。我还听过一个居士也是这么讲，他佛法也是读很多，他说啊，我很想做一只猫。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看那个猫。吃饱了就去那边晒太阳，你看多好啊，他也没有什么事做。我说你都没有看见猫被狗追的时候，你就知道猫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啊。但是他确实是，他可能就是一样嘛，他人生的痛苦他没办法解决，虽然学了那么多佛法，他没有办法消除他的烦恼，也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那么所以他就忽然间看到什么很好，他就以为那个也很好，然后心里面就起了这个愿。我告诉你，你这种愿不能随便起哦。啊，你说我很想做一只猫，很可能你喜欢喜欢，他这种心就勾，有可能你就随意去做一只猫了，啊，还去做一只苍蝇哦，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能如果学了佛法，我们会知道，那这个很明显是不管是猫啦、苍蝇啦、狗，这些都是三恶道的东西。那么我们是要离三恶道的，避免三恶道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是要透过，就是说，我们要有修行，要有深刻的体验。那么，它并不是说一开始你听到的佛法就能够让你得解脱，没有，它是渐次渐次的，啊，比如说我们因为某一件事烦恼，那么这件事烦恼，我们常常去想，凡事都是所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那么这个人今天为什么这么讲？那这件事今天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中间主要的因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这个里面，也许在漩涡里面，也许在漩涡外面。那么如果在漩涡里面，我们就在这个风暴当中，或是我们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先不要紧张，安定下来，不随着烦恼转，然后再想一想，你第一个要先不学烦恼转，不随烦恼转，你转了，你力量更强了，你都没有失控思维，你要先不随烦恼转。就是比如说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不要先想来骂我，他是骂我，就开始你也骂他，那你就是随着烦恼转。你先停下来，他骂你，你先冷静看一下，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啊？那他为什么骂我？他骂我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因为什么原因骂我？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解决这种事情啊？然后对我才是最好的，那么对他也好，这样。那么你冷静下来思考这些东西。学佛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克制。我们讲佛法无非就是解决烦恼的问题，勤修戒定慧是为了熄灭贪嗔痴，它无非就是这样，这四个字而已啊。你学那么多不外乎就是戒定慧嘛，你不管学什么，所有的三藏十二部不外乎就是告诉你戒定慧啊，就这些都是学戒定慧而已啊。那戒定慧是用来做什么？不外乎就是要调伏烦恼，灭除烦恼，就是这样。那么调伏烦恼，你要断除烦恼，断除烦恼是确切性的。那断烦恼不是说断就断了，哪那么容易？你要先调伏。那调伏也不是说你要调伏就调伏啊。我知道起嗔恨心不好，我叫他不起他就不起，我把他压下来他就压下来，没那么容易。要先控制，就是控制，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不到他，不让他超过这个范围。比如说你很生气。你想骂人，那你不骂不行，你骂你没骂出来，你很难过，那么你要控制在骂人，但是不可以打人，那如果打人，那你要控制在打人不可以打死人，把人打重伤，类似像这样，你要控制，越控制越来越好，就是烦恼的程度越来越轻。你要先学会控制烦恼，控制自己的烦恼，你要发作控制住。那么你发作那么大，控制小一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都要学会控制，要先学会控制烦恼。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调伏烦恼，控制还没办法调伏呢，就是你要灭火一样嘛，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控制这个火是不再烧，你没有办法让火变小啊，没办法，但是不让它烧到哪里去啊。那么这个就是你要先控制烦恼，然后再调伏烦恼，调伏烦恼之后，烦恼变薄了，那么你才能断除烦恼。就算正出国的都要这样，正出国的，他接下来就是薄贪嗔痴，调伏烦恼，这是调伏烦恼。那控制烦恼基本上就是控制在杀盗淫妄，控制在这里，因为这坐下业下去，他接下来果报啊，那么你就很难，他一旦形成事实业报，你就很难再改变它。所以第一个要先控制烦恼，所以五戒十三基本上是从五戒它可以控制的，那定在调伏，戒是在控制烦恼的，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你要控制住。这个钱很多，但不是我的，我就不能去偷别人的，你要控制住啊！我很想要，很想把那些钱都拿回来。我现在生病没有钱啊，我爸爸妈妈生病没有钱看医生，我想要把那些钱如果给我就可以解决我很多问题，我想要把它偷来骗来抢来。可是你要控制住，你这个烦恼起来了，因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嘛，心眼越有嘛，人家又不知道嘛，你就把它偷来，那么你要控制住，然后之后有定调伏住，调伏住烦恼，它不会现行，或是它起都不长，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定基本上只有调伏烦恼而已，定会调伏烦恼，你到了色界定就调伏欲界的烦恼，无色界的定就调伏色界的烦恼。基本上就是调伏烦恼，那慧可以断除烦恼。那我们学习佛法，基本上无非就是断除烦恼。那烦恼断除了，你就解脱。我们是因为烦恼而造业，因为造业而受苦，造恶业而受苦，因为苦在起烦恼的，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有了这个观念之后，那你在世间，比如说我们修正，我刚才讲修正不是一下子就修正到顶的，没有，就是你听到哪里学到哪里，你就修正到哪里，然后渐次增上的。所以你学佛的越久，你会发现到你越调柔，调柔就是你不会因为境界起很大的反应，过度跟错误的反应，你不会因为好不好的境界起过度的反应跟错误的反应，不会。你会一直在比较平顺安定的状态下，你没有那一种大喜大怒大嗔大恨，没有那一种东西那小小的有泼火，就是没有那一种很大的三分地裂那一种情绪，没有那也没有过不去，就是你不用那种一来了一进阶一来了好几天睡不着觉那一种，不会有那一种然后那种撕心裂肺的那一种也不会有然后那也不会有悲痛到难以自愈那一种，不会。这些对你来讲，世间它就是如此如此而已那世间就是如此如此，众生就是如是如是这个。那么你慢慢就会发现到我们在佛法上，你如果你能够得利益，那么你会有烦恼，但烦恼不会久会有烦恼，烦恼不会多，会有烦恼，烦恼不会大，不会有这样。那慢慢再渐渐修，就是通常就是正见正思维嘛。那么这些观念会让你在生活里面慢慢运用，就正语正业正念嘛。先做到这个，先由正见，就是你依善知识得来的正见，然后你理解它的道理，然后你运用在你的日常生命里面跟生活里面那么跟着你的呼吸一直跳动，跟着你的心跳一起，就是你的法是跟着你的呼吸，跟着你的心跳的，就是它随时在作用的，就好像你的呼吸也是随时在有啊，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都有。你的心跳也是不管你察觉不察觉，它都在跳啊。那你的佛法如果很深根入理的话，那么它也是，它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不经意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么它就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指导作用，就是佛法在你内心就变成，你不管遇见什么问题，生命中的哪些问题，或生活中的哪些困扰，它都会成为一种最高的指导原则。
那么这种指导原则就会让你正语正业正面，真的。所以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面，然后你慢慢慢心调伏了，你已经可以控制烦恼，那么开始进行所谓调伏烦恼，就开始修定，啊，专精修定，内集其心，然后把你这个，因为你那个时候障碍就不多嘛，妄想也不多，啊，妄想也不多，障碍也不多。那你又没有造过一些什么恶业，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啊，所谓报所谓这个障碍的问题也比较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再努力精进来修定调伏烦恼，那么在定中再引发慧，那么断除烦恼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正见正思维后面是正语正业正面啊，就是得从世间正见跟出世间得来的东西，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在生活里面它不断作为一种指导的啊，就是一种。一种你生命中它一直在，就好像船的引航一样，啊，那么它不断让你往这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在你要进行抉择的时候，因为我们生命常常会有很多抉择嘛，该做不该做，该说不该说，啊，那么要这样做还是要这样做，啊，要这样走还是那样走，要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我们生命中常常有这种现象，那。当你在遇见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你为什么这么选不那么选？你为什么这么做不那么做？那么基本上都是依你一开始学习的正见、正思维而来。他会让你一般人，比如说有佛法的人，他知道五戒。那么这个是，比如说一般在战乱的时候，大家都在抢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战乱抢了也没有罪的啦。那个时候你抢不抢？那么，如果你一个受五戒的人，即使在那个时候你也不抢，你也不抢，即使那个时候也没人看见，那看见了他也没办法，也没有警察，也没有法律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战乱了嘛，啊，那个时候你还是不会抢。那这个时候战乱，大家都在逃命了，那旁边有一个人，你要不要救？啊，那么一般的人是自己的命最重要。但是如果发菩提心的人，他就不这样了。这个时候他还是要救，那么所以他会想办法拉着他一起逃命。那么这种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那么做？那个就是你所得到的这些知识，就是我们说法，他潜移默化，或是他无形中有意无意的在指导你。那你必须要深刻，你才能够这样。那么这一阵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呢、啊、比较调柔。而且基本上是我们说是向善向善向解脱的，那这个时候你在精进用功的时候，就容易跟法相应，修定在定中在做观，就容易跟法相应。这个时候你再来照见五蕴皆空，就容易成就了，就容易成就了、所以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一些都是要引导你啊，引导你向上向上向解脱、向成佛的、向佛道的。好，那我们来看啊，356页，那讲到啊，这前面说的啊，四欲留之啊，跟四依，他说这有两点应注意，因为这里讲到啊，闻思修正，一个多闻啊，并非广视名相而已啊，就是前面讲的啊，他要依意不依语，他不是文字名相上的。那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很容易会在名相上啊被很多名相，但是啊这些名相基本上啊那么背了很多，但不代表你就是多闻啊。他说依声闻法啊，他这里有一个依声闻法跟依所谓的大乘法啊，这两种不同，就多闻的解释不同。那依声闻法，闻无常无我是多闻。听到无常无我才是多闻，所以说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啊，那么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好，那这里说到这个他讲多闻啊，就是说一般我们闻思修正闻要多闻啊，广学多闻啊，那这里说到多闻的两个意义，就是说要我们注意，多闻并不是你记很多背很多叫多闻啊。当然，这个也是多闻的一个意思了，也是像
阿难的多闻啊，就是他背很多记很多。那、但是在佛法里面的多闻比较倾向于啊，就是你闻到的是正法，你闻到的是正法。那么正法是什么？正法一定是跟无我相应。那无我是由无常来。那一般我们所说到的出世间正法，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涅槃极尽。啊，那无常无我，这个是解脱道里面啊。那么因为你解脱不解脱，生死不生死，是跟你有没有正无我有关系。假设你见无我正无我，那么你肯定可以解脱。假设你没有，那你就是凡夫，那你就是一定不晓得什么时候解脱，不知道，你一定是轮回的啊，生死轮回的。所以这个多闻就放在哪里啊？闻无常无我，重点是无我。那因为无我是解脱的关键。我见我爱，我见我爱是生死的关键。就是说，你生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见我爱，所以你解脱的关键就是你断除这个我见我爱，啊，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他这里讲，他说啊，从一生闻法，闻无常无我是多闻。好，那这个杂含里面，这个是说杂含啊，杂含经啊，他这么说。杂含经啊，确实是三六二经啊。他说：“若有比丘闻老病死、生厌离欲灭尽法，是名多闻比丘。”他说：“闻，听闻。”他不是听很多，他就听这样，他就是多闻了啊。闻什么呢？啊，老病死，啊，这心里是，他现在讲缘起啊，因为导师后面解的就是说，啊，这个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生灭法就是缘起法，啊，老病死，老病死是最后面的，其实就在苦了。那老病死能够生厌啊，厌离了啊，那么离欲，他这个是生厌啊，生厌就是你不会生起喜爱啊，那么离欲，那然后向由离欲而灭尽，而向涅槃，向解脱。啊，厌离欲灭尽啊，是阿含经很常用的一个三个修行的次第。另外一个叫做畏患离啊，有时候叫畏患离啊，那么有时候叫啊厌离欲灭尽啊，那两个不太一样。畏就是畏着，你贪爱了，那这个厌是你不贪爱啊，你不生起贪爱。那畏因为畏着贪爱，知道其过患而能够远离啊，那你不贪爱。那你能够离欲，那么由离欲而灭尽，而得解脱啊。好，那这里他说啊，若有比丘，假设有这么一个比丘，闻到老病死生厌离欲灭尽，啊，就是要解脱了，要起这个出离心要解脱啊，这个叫出离心。那么四名多闻比丘。他后面还有，他不只是闻这个，闻缘起啊，四名多闻比丘。那老病死从哪里来啊？说这个叫做多闻啊。那如是啊，就像这样。那当然不只是闻这个，那你要老病死生厌离欲灭尽，那你怎么灭死？怎么灭病？怎么灭呢？你怎么样未来没有老病死？你现在有老病死。那你未来怎么没有老病死？你要怎么样才没有病？这个就牵涉到苦集灭道。这个是苦的话，这个是苦的话，啊，缘起就是这样嘛。老病死忧悲恼苦啊，就是最后面就是这个嘛。啊，这个是苦的话，那怎么样灭苦呢？这个就是灭就要灭苦啊，啊，那怎么样灭苦呢？那当然，
当然你要知道苦因才能灭苦啊。啊，那苦因是什么？苦因当然就是欲啊，贪欲啊。所以贪爱，贪爱是苦因嘛。好，他说如是，啊，我们来消弭说这个如是，就像这样，啊，就像这样，啊，闻老病死，身厌离欲灭尽。那么身有取爱受触六因素，身有，因为等一下我们再来说，老病死是从哪里来？从身来啊，你没有身哪有老病死？就是生老病死嘛。这前面是什么？老的因是什么？是身嘛？老病死的因是身嘛？就是死的因，一定有生就有死，没有那个有生无不死的，没有啊，有生就有死，那。这个有啊，就是你已经积聚有那一种啊来出生的业了啊，就是有。那这个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了。如是生有取，生有取爱啊，受处，它其实就是追溯它的原因，苦的原因是什么啊？处啊，六入处。那么，名色是显，我们说无名原形，形原色，色原名色，名色原六路，六路原触，触原受，受原爱，爱原取，取原有，有原生，生原老病死，又被老苦，其实就是这样。那么你都能够怎么样？生厌离欲。那前面的无名，你这样就是有名啊，你这样就是因为无名，真的无名啊。什么是无名？不知道无我，就是不知道缘起，就是无名，不知道善恶业报啊。无名不知善恶，不知业报，不知缘起，最重要的是不知无我啊，不知善恶，不知业报啊，很多了。然后不知缘起，不知四谛，这些你不知吗？那你现在知道这个能够生厌离，那么基本上就是明了，所以能够生厌，所以这里就是十二缘起嘛，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又被老苦。所以导师这里就他说这个叫做多闻比丘，啊，那么生厌离欲灭尽，生厌离欲灭尽，生厌离欲一样，你不要再经过这样的状态了啊，你要灭苦，因为这个是苦，忧悲恼苦嘛，恼病死忧悲恼苦，这个苦是从这个来。这个苦，这个是苦，这个苦就从这个来，这个是苦，这个就从这个来，这个从这个来，就追究到苦因，啊，那么就是从这个行无名缘行，啊，那你能够知道，你能够知道你的苦是从哪里来的，那你要从哪个地方灭这个苦，那这个是什么？是名多闻比丘，这个叫做多闻，这个是阿含经杂阿含里面说的。那么另外一个是讲五蕴啊，五蕴你能够在知道五蕴，这个是这个身心啊，另外一个也一样啊，但是这是讲五蕴无我，你知道五蕴无常无我，这个就是多闻啊。杂阿含啊，二十五经。就是说什么是多闻，知道就是知道那个真理啊，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无我啊，知道无蕴无我，你就是多闻。你读了很多经，你都不知道无蕴无我，虽然你会背很多经，但是你不知道无蕴无我，你就不是多闻啊。其实是这样，他说若闻色啊，就是闻就是听到啊，色。
这色受想行识啊，无厌啊，是生厌离灭尽。你能够想解脱掉这样，就是无蕴苦的无蕴炽盛苦，是生一样是生厌。你知道这个是无常，无蕴是无常无我的，那你想要啊，你想要啊一，因为无常就会苦嘛，啊，那你想要不再受这个苦啊，生厌离因灭尽，啊，灭尽就是灭尽这个苦，把这个苦都灭尽无余啊。啊，灭尽无余，一般我们讲无余涅槃。那么他说是生厌离灭尽极尽法，四名多闻。啊，能够得涅槃，就灭一切苦了，这个叫做多闻。那么如是，闻受想行识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那六处也一样，眼耳鼻舌身意身香味触法，啊，如是闻受想行识啊，我们是一样的。那他通常都会拆开来讲，那合起来讲，其实就是你如果听到五蕴无常无我，啊，五蕴。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多闻，啊，这个就是多闻，就是你听到的是真理啊，你听到，那你如果只是你没有听到这个，那个你虽然听了很多啊，但还不算多闻，啊，你听了学了很多佛法，啊，但是你学那么多，你就是不知道无蕴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啊，那么你不知道缘起，不知道四谛。不知道中道，那么这个你就不是多闻啊。那从这里来讲，好，所以他说他后面举这个是缘起的，不解生灭法，这个是法句经的。那法句经是佛在的时候，因为佛35岁成佛，29岁出家，35岁成佛。那么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没有书了啊，也没有什么录音带啦，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大部分的人会把佛说过的话用一个简单的记子，啊，这佛语本身也会讲记诵，记诵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诗词啊，那么比较好诵又有音韵，啊，比较好背，啊，我们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类似像这样念，啊，他们也是背起来有韵诵比较好背，所以会把佛说的道理用记诵的，有些是佛本身说的，有些是把佛说的道理用记诵的方式。简单几句去，然后就背起来，然后这样传，啊，然后以这个来修行，就作为修行的准则啦，啊，跟他的一个标杆啊。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啊，他告诉你一个道理。他说：若人生百岁，一般说若人寿百岁了，啊，或是生百岁也可以，因为翻译的问题啊，一个人活了100岁了，很简单啊。有如果假设有这么一个人活了100岁，但是他都不解生灭法。生灭法其实就是缘起法，啊，不解缘起法就是不了解，啊，那么比如说生灭，其实从人来讲就是生死啊，就是老病死。那死是怎么来的？是从生来的。那生怎么来的啊？就这样往前推，啊，就是不了解人是为什么会有生死，人是为什么会有生死，啊，那么人怎么样可以不这样生死？那生死中为什么会有苦？那怎么样可以在生死中不那么苦？啊，其实是这样的。那所以你活了100岁，你都不了解啊这个缘起法，就是缘起法是在讲我们生命流转的现象，就是说有那么多生命，有那么多，是你看我们看得到的生命就是人跟畜生嘛，啊，鬼道跟天道看不到，地道我们看不到，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人跟畜生，牛啦、马啦、狗啦。那很多人，每一个人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有苦有乐，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现象？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的生命又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些种种的差别，
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些其实佛陀在菩提树下，他就是要去理解生死到底是谁决定的，或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以前都是说上帝决定的嘛，上帝决定的，或是说无因无缘的啊？那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到说，其实一切都是有因有缘，一切都是有因有缘。那问题是，生死的因缘是什么？啊，那么他仔细的透过他的智慧，仔细的看到，其实所以就把它讲出来了。其实就是惑业苦，就是这样。啊，由无明，就是由我见我爱，而引发我们的身心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方面造业，那么这些业又结成未来的生死因。啊，那么佛陀把它说起来，详细说叫做十二缘起。详细这个十二缘起是详细说的，啊，那么也有讲，啊，我们前面讲了缘起也有五支、七支啊、三支的啊，就是说详细说就是十二支，无明缘起、行缘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缘起法，其实就是生灭法，啊，那么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你活了一百岁，啊，一年有365天嘛，一百岁就36500天了嘛，啊，那么。那你活一百岁都不知道缘起法，倒不如只活一天，但是你知道缘起法，为什么？你这一天知道缘起法，你这一天就解脱了，你这一天就解脱了，你这一天解脱，你顶多七次人间往返，啊，就是说你证无我啊。那么如果证阿的话就不用了，你如果证出果，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法即见佛。你这一天你见缘起，你从今天开始，第一个你不会堕三恶道，第一个你不会堕三恶道，你顶多都是人天人天，应该说不会堕四恶道，啊，也不会堕阿修罗，啊，如果讲六道的话就不会堕四恶道，如果讲五道的话就不会堕三恶道，你顶多就是做人升天，做人升天这样而已，啊，那么最多七次，啊，那么你一定得解脱，你就不再生死了。那你在这七世中还是有苦，但不会很痛苦，不会啊，因为你不会再造重大的业了，重大的杀盗淫妄的业不会啊，所以你这个活一百岁都不了解真理啊，生命的真相啊，缘起就是生命的真相，无明缘起，行缘是事业名色啊，就有苦啊，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告诉你生命的真相跟意义在哪里啊，他其实在告诉你。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啊，科学家在探讨这个问题啊，科学家比较重视生命怎么来的，最终要怎么去，哲学家比较重在讨论为什么会有生命这件事啊，他是要做什么，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啊，那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啊，所以倒不如你生一天啊，但是你能够了解啊，因为你了解真相跟不了解真相有很大的差距，你不了解，你就生死生死，什么时候到头不知道，啊，就苦海里面，大海里面，你看不到头，看不到边的，那你又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比较麻烦。那你如果知道缘起法，啊，见到缘起法，你已经看到岸边在那边了，你已经看到岸边是在那里，那么大海再怎么大，你朝那个方向去，一定到。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你已经看到边了，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边了，就知道在那里往那边的方向，啊，那如果在大海里面你看不到边，那不知道，啊，那什么时候风雨来，什么时候打雷，什么时候狂风暴雨，你就随着这样飘，啊，飘来飘去，浮浮沉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起来，啊，海里面有什么也不知道，啊，那你就会让你产生恐怖害怕，但是你已经到边了，啊，你已经到边了。而且有一条船，啊，那么就算没有船，你也很快就会爬到边上去，啊，那所以这个他说啊，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啊，那这个法句已经是很多人在背的，就是说佛陀在的时候就有很多法句，啊，很多佛陀说的法，把它用记诵。那么一般是四句，那也有八句，不一定的啊。
像《金刚经》的一切违法的莫忘派流入于电音咒的事观，那也是四句啊，四句偈，通常都是用四句啊。那么这样你方便背，然后你方便知道啊。那这个偈颂也很流行啊，有说《阿难经》里面记载，说佛陀没有，那阿难已经证阿罗汉了嘛，解体经典完了嘛啊。佛陀没有，阿难跟大迦摄解体经典。后来大迦摄也入灭了，阿难就老比丘了啊，那在路上走，托钵，他听见一个有一个人在背法句经，就这个偈颂，啊，但是他就背啊，若人生百岁，啊，不见水老喝，不如生一日，啊，而得见闻之，啊，那么就是他就背错了啊，就是说一般人背经也是这样，就只是背嘛。但是他也不晓得那个道理，好像那个老太婆在念嗡嘛呢叭咪吽，赶快啊！那么他也不晓得什么道理，反正人家叫他念，念了有功德他就念了啊。那个人也是啊，若人寿百岁啊，若人生百岁啊，不见水老后，水老后就是白露丝了啊。如果活一个人活了一百岁，没有看过白露丝，还不如活一天啊，能够看过白露丝啊。那这个是什么道理？他也不知道，那佛传下来的，背就有功德，他就背啊。那阿难去托钵见到了。就跟他讲，比丘啊，你在背什么？他说我背法句经啊，啊法句啊，你背什么？你再背一次听看看。啊、他说若人寿百岁，不见水老喝，就是白露丝啊，那不如见一日，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他说比丘啊，你背错了，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因为在梵文里面可能水老喝跟缘起法的意思相，就是声音有一点近、啊、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念那个成本鸡蛋糕三十六把刀，啊，成本鸡蛋糕三十六把刀，这怎么连起来啊？啊，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花一角，这根本就没有意思。城门吃鸡蛋糕，然后有三十六把刀，那、啊、是什么？那连不起来啊，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就顺了，顺就听得念。后来长大才知道，不是成本几丈高，啊，三十六丈高，啊，基本上这样才有意思嘛，啊，那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绕一遭，啊，就是逛一圈的行圈，这样才有意思嘛。成本七丈高，三十六把刀，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划一跤，这是什么？这根本就连不起来，这到底是什么道理？没有意思。但是只要就这样背啊，那印度可能也这样啊。若人生百岁，不见，应该是不见生命嘛，不见缘起法。所以他们的音有一点近啊，成本几丈高，跟成本七丈高，啊，就变成音近啊，就顺着这个音念错了啊。那法句经也这样，他就这样念啊，不见白露丝，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那现在是什么意思？你看过白露丝跟没看过白露丝？有这么大的差距吗？你一百岁都没看过白露丝，不如一天活一天看过白露丝。嗯，那白露丝有什么殊胜吗？没有什么殊胜啊。我看过跟没看过差别在哪里？没有什么差别、啊。可是你见缘起法跟不见缘起法就有差别了。生死有见跟生死无见就差别了，差别就很大了。啊，所以，但是一般的人只是会背啊，他也不晓得这个道理。阿难就跟他讲：“比丘，你背错了。”你背错了，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若人生百岁，啊，就是这里讲的，若人寿百岁，生百岁不解缘起法，啊，就是你不了解缘起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啊，就是不见缘起法，啊，不如生一日而能见闻之，就是能够听闻，能够见缘起，因为你知道，就像舍利佛是因为听到马胜比丘跟他讲缘起法，他就开悟了。那么他那么久的修行都没听过，今天只是一次听到他就开悟了、啊、所以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那个比丘说、啊、那个比丘听着阿难跟他这样讲、啊、阿难是多稳定啊，又证阿罗汉了，因为佛灭后了嘛，大迦摄已经入灭了，证阿罗汉。那么他听到这个比丘这样念，他就跟他讲，比丘你念错了，不是这样念的，应该要这样念，你要改回来。若人生百岁，啊，不见生灭法，啊，就缘起法。那么，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啊，不解缘起法跟不见缘起法是一样的，啊，
有些翻作不见缘起有些翻作不解生灭法啊。那而得解了得，而得见闻之啊，是一样。好，那这个比丘回去就这样念了。他回去这样念，他的师父听到他这样念说：“哎、欸，比丘比丘，你过来，你看他念什么啊？”他就把阿难教给他的又念一次啊。若人做百岁啊，不解生灭法，不如圣人而解了之。他说：“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他师父就跟他讲：“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为什么这么念？”他说：“没有，我刚才在路上遇见阿难托钵，他听我这样念，他跟我讲我念错了，要我改过来，啊，我不就改过来。”他的师父很生气，他说：“你不要听阿难讲的，阿难老了，糊涂了，记错了，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听我师父说的啊，他是这样念的，阿难已经老了，记错了，你不要听他讲，啊，你再改回来，啊，他就会改回来。他这个比丘也是不知道，他就是依义不依，依义不依，他依语不依义啊。”他只背诵那个文字，也不了解那个道理，到底谁讲的对，想讲的错，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去思考，这样到底有没有道理？他师父就跟他讲：“你不要听阿难的，阿难已经老了，阿难很老了嘛，糊涂了，记忆力退了，啊，没有那么好了。你听我的，你不要听他，啊，他不就要改回来？啊，若人寿百岁，不见水老喝，啊，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啊，那过几天阿难又看见他，又听他这样背。”他还说：“比丘啊，我不是告诉你，你念错了吗？要你改过来吗？你怎么又这样念？”啊，他说：“啊，阿难长老啊，那个时候阿难已经长老，我照你的话啊，被你说你传给我的这个寄送法具经法具，回去被我师父骂啊。我师父说，阿难长老你年纪大了，糊涂了啊，你记错了。”不是这样的，应该我师父教我的原来背的才对，所以我又改回来，要我改回来，所以我又改回来。啊，阿难想一想就说：“啊，阿难是结集经典的，又多闻第一的，啊，那么由多闻第一，这个五百阿罗汉是公推他，由他来验证佛说的这样对不对？五百阿罗汉都公推阿难，他多闻第一，他智慧，他记的东西很清楚。”现在一个比丘，新学的比丘跟我讲，不相信我的话，他宁愿他相，哎，阿难是阿罗汉呢，阿难是阿罗汉，他宁愿相信他没有证阿罗汉的师父，也不相信已经证阿罗汉，而且多闻第一结集经典的阿难。你看，那时候阿难就说：“哎呀，这个世间，啊，我来跟他说，他都不相信了、啊。现在就算舍利弗不见了、啊。”他可能也不一定会相信，哎呀，这个世间已经没有办法了，啊，众生都变成这样了啊，没办法，所以说啊，我还是入涅槃好了，就在这个世间没什么用了，啊，我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了，他们都觉得我老了，记错了，所以我就留在这个世间也没用了，所以阿难就决定要入涅槃，啊，就是因为听到有人这样啊念错了啊，好，那么就讲到这个就顺便说了啊，他说大圣法中，多闻是闻什么空性。其实无我就是空性，无我就是空性啊，不生不灭啊，因为他这里讲到生灭法跟不生不灭法啊，那么这里是说到啊，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其实它是一样的哦，啊，生灭法是有为法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有为法啊，那么你不在这个生灭当中，随着它生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是有为法。但是你深刻，你彻悟了、彻见了这个有为的生灭的虚假，啊，无自性，那么你就是入不生不灭啊，不生，因为不生就不灭嘛，就解脱了嘛，啊，是生灭法。所以无明原形行原事，它就是生灭法，啊，生灭灭。即灭现前，就不生不灭了，这个就无为法了。即灭现前，啊，生灭法是有为法，啊，就是有为是这样的。一般我们讲有为、无为，有为是生灭相，有生灭相，有生有灭，啊，或者是有生诸异灭，啊，那一般就是有生有灭，那么或是生诸异灭。不是生住灭啊，
那么这个是有为，有为有这四相，生灭相，重点讲的是生灭相。无为就是不生不灭，不生就不灭嘛，有生就有灭，有生就有灭。从众生来讲，有生就有死，不生就不死，只有无生，没有长生跟永生，只有无生，没有长生跟永生，那么无为就不生不灭，主要是不生，我们讲无生呢，花开见佛，悟无生也一样，只要不生就不灭，有生就有灭，所以重点是不生，不生自然不灭，花都没有开，哪有花落？要有花开才有花落啊！花都没有开过，哪有花落的时候？一样啊！但是花开它一定会有花落的时候，但是花没有开过，怎么会有落呢？花都不开了，怎么会有落啊？一样的道理。那么有生才有死，不生怎么会有死？那所以你要的不是怎么样不死，一般的宗教，一般的宗教强调的是永生跟长生，就是生而不死。一般的宗教强调的是生而不死，永生长生。佛法不是，佛法强调的是无生。没有办法，因为生必然有死，没有办法永生，也没办法长生，没办法，你只能不生啊，就是无生。佛法因为生必然有死啊，佛法强调的是无生。你让这个花开了，然后想办法让它花不落，那没办法，它可以延长一点点时间而已，它没办法，花开就必定要花落啊。那么有生就必然有死。所以叫做有生无不死，只要有生没有不死的。那么要怎么样？所以一般的宗教强调在怎么样生而不死。那佛法，佛陀知道，只要有生必有死，所以他的重点在怎么样不生，怎么样不生。只要不生，自然不死。那你要生而不死，那无有是处，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他怎么样不生？所以他就要强调生的因是什么。因为生就有老病死嘛，生的后面就有老病死啊，你不可能啊，老病死，老跟病是从人说的啦。如果从天界，它不一定有老有病，没有，它只有生然后死，啊，五衰相现它就死了，啊，它也不一定老也不一定病，没有，无色界的天人也是这样啊，它也不老也不病啊，但是这个是针对人讲，它重点就是生死了，重点就是生死，那生从哪里啊？你要怎么样才可以不生？啊，那生是你前世累积的业而有的，有这个有，啊，所以爱取有，你只要有，你只要累积有，就是那一种未来的潜在，啊，因为我们有两种嘛，一种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有，啊，就现在我们这个有是因业报而有的嘛，是现在的存在，那你现在又要累积未来的存在，啊，所以就变未来的潜在，啊，现实的存在就是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所造作的这一些业正在累积，死了之后，你马上投胎到天上，或是马上投胎到哪里啊？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因为你这一次累积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有。那有从哪里来？从取爱取来，啊，就这样一直往前推，推到就是无明行识，你这就是触受爱取有，就这样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去研究怎么样不生。而不是怎么研究不死，明白吗？所以佛法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就在这里，啊，他从根本去解决，啊，所以这个不生，那无为就是不生，不生就不灭，没有生灭就是无为，啊，就是涅槃，即灭涅槃。好，那他这里讲，他说大乘法中多闻是无空性不生不灭，啊，那么你了解生灭法，你就了解不生不灭法。基本上，因为你了解为什么会生灭，你就知道怎么样可以不生灭，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他说《楞伽经》等说，啊，这是多闻是闻空性，啊，那这个是《楞伽经》里面说的，我们来讲，等我们把它引用。《楞伽经》啊，
件事。他说，多闻者，非善言说。不是你很会啊，三藏十二部会背这样啊。那么真实义者啊，微妙极尽，是涅槃音。他说：“真实，微妙极尽，是涅槃音，无为的。”涅槃就是无为，他说莫随言说，不要只是在言语上，莫随言说。如是指端，那如是不生不灭，应当善修方便啊，就讲不生不灭。所以导师这里说，啊，多闻是闻不生不灭，应当善修方便，修就不生不灭。那这个如是指端，就是他是说以指以指指物，啊，用手指指这个东西。我们常常说标月指，月亮在那里，那你没有看月亮，你看你没有看我手指的方向，你去看我的手指，你看不到月亮，啊，以指指物，啊，禅宗也常常用这个比喻了，啊，因为禅宗就是一连切线的嘛，啊，以指指物，渔夫观止，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意不一语啊，啊，渔夫观止，就看这个手指。那么不得实义，第一义，第一实义不生不灭。第一实义是不生不灭，所以他只强调不生不灭。那么多闻基本上就是闻到不生不灭，现在讲真实义，第一实义不生不灭。那这里就是在讲意义不义，多闻并不是，多闻并不是，听闻到的这些名相，而是了解它的意义，这能切经的，那其实这个空性跟无我是一样的，那这个见这个缘起法，就是见不生不灭法，其实是一样的，那。缘起是指有生有灭的，但是你了解有生有灭的，基本上你就了解不生不灭的啊，生灭灭，即灭现前嘛。好，所以见缘起，它肯定是可以解脱，就
就是缘起系之后法住智，那法住智依法住智又可以得涅槃智，啊，就是得不生不灭嘛，系是这样。好，所以他说能够通达十义，才是多闻的善知识。那他又有讲欲求义者啊，那么当清净多闻善义者啊，所以多闻的善知识，他后面又有讲，这是《楞严经》讲的。那么你要这个啊善修方便，然后他说他后面有讲，他后面讲说这个欲求义者啊，这个才是义。不得十义，第一十义不生不灭，啊，欲求义者，你想要求的这个义，当清净多闻，应当你要清净善知识，啊，就是多闻的善知识，啊，应当清净多闻。啊，善义。善义者，那么这善义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这个嘛，得这个十义，得这个第一义地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这个叫善义啊，善义者，啊，就是能够讲说，能够得十义，能够讲说第一义地的道理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多闻啊。那所以导师这里从多闻，从阿含跟大圣是以楞严经来说，那基本上讲的是一样的了。空性就是无我，啊，那空性跟无我不同，是因为部派的原因，啊，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那无我就是无我，啊，但是到了部派的时候，它应该也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啊，那么有一些部派的论师会认为，啊，人是无我的，但法是有自性的。人无自性，但法有自性，啊，那六派哲学里面那个数论他也是这么说的，啊，他认为所有的宇宙的现象有物质跟非物质的形成，啊，他们叫做神我跟自性。那神我是比如说像心，属于心的，那自性比较属于比如说物质的，啊，那么由这两种结合成啊种种一切法。他都有自信，他叫做二十五地嘛，啊，后面会讲到二地啊，那么这些都是实在的。那阿毗达摩的一些论师认为一切法是有自信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起来，就是主要是般若界的啊，那么初级大圣呢就来说，来指出他的错误啊，就开始讲啊所谓的空性，而不是讲无我。因为无我啊，无我这些部派论师也讲无我，但是他的无我跟你的无我不一样，他的无我就只是人无我，啊，但是这些大圣的初级大圣的他认为佛讲的无我是讲一切法无我，这一切法啊，包括人无我跟法无我，所以后来才会讲所谓的，才会说啊，部派人空法不空，啊，那大圣人空法空。那变成后来就讲，后来又变成阿罗汉不证我，阿罗汉只证我空，不证法空。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那么初级大圣就会讲说，假设你说证阿罗汉不证法空，那是错的，啊。那么阿罗汉我空就是法空，证我空的人不会认为一切法实有。那你认为证了我空，但是你却认为法实有，那个叫真善慢，实际上你没有证。我空必然是法空，啊，我空必然是法空，啊，所以就从这个地方讲，以后不讲无我，就不太讲无我，就专讲空，啊，所以就变成一切法空，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空性跟无我原来是一样的，那后来会大圣会专门讲空性不讲无我，主要就是因为无我产生了变化嘛，产生了歧义，就是不同的意见，认为人无我，法有我，就认为这样。啊，所以就出来跟这般若现在就出来跟大家说，其实人无我，法也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
他说，所以他这里讲，才能通达实义的，才是多闻的善知识。第二个，在十法行当中，闻只是听闻、读诵、解说，也就是依闻答义，啊，依闻解义了。那么，所以如以闻会为对于修习般若无用，是不合佛法的。啊，所以他说是会漂流于三藏教典以外的。很多人认为啊，就我们前面讲啊，就是说你单单读书啊没有用啊，就是我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就是这样啊。那我们是实修的，我们不是读书的。那你不读，你不读经，你不了解经典，你不研究经典，你要怎么修啊？啊，你的实修到底是实在哪里？你认为持戒、苦行、念佛、拜忏啊，这些就叫实修；打坐就叫实修。你不晓得这一些种种的修法都是要以智慧为前提的，啊，那么都要以正见为前提的。那这些你没有闻实修怎么来？你知道这个《楞严经》里面啊，他讲就是以闻实修，以闻实修入三摩地。这《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第一名的也是观音圆通，观音圆通也是以闻思修入三摩地啊，还不是一样啊？但《楞严经》也是这么讲啊。那么基本上所谓的实修不离开，我们前面讲过嘛，所谓的实修不离开智慧的圆满嘛。那么智慧的修行层次从来就只有四个，叫做闻思修正，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者成慧，然后怎么样啊？然后得正入解脱，得入涅槃。是欲流之也是这样啊，欲入圣流的。那多数的人连缘起的观念都没有，你问他什么是缘起，他没有办法理解啊。无明缘行行缘色，这各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什么是缘起啊？那什么是四谛？什么是中道？什么是无我？什么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什么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叫做五蕴无常无我？他都不知道。那不知道，他说实修要修什么？修行最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你不管修戒、持戒、修定，啊，还是研究阿毗达摩，他都是为了达到无我，为了证得无我，也可以说为了见得缘起。那你这个关键就是你没有拿到那把钥匙，你骑车来，开汽车来，坐捷运来。你到了门口，你进不去就是进不去，你没有办法进这个门。有什么办法？你带了一堆黄金，结果机票没有你的名字，或是飞机没有开，你有什么用？你出不了去啊，出不去啊，啊！你用跑的过来，你用骑马的过来，你用开车的过来，你用飞的过来，你就进不了个门啊，没有那个钥匙啊，你没有那个会。那你到处你就是用撞也撞不进去啊，所以最重点的是你，而且很多人都不晓得是要进这个门才可以的，进这个无我的门，无常无我的门啊。那有时候叫做空无相无愿三门啊，三昧门啊。那你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很多其实很多佛教徒都没有，很多佛教徒不要说在家了。很多出家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缘起，什么是无我，怎么证得无我。因为我们受到末法思想跟净土思想结合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不要管它怎么解脱，因为我们怎么修都不可能解脱。所以你也不要管要怎么得解脱，因为这个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怎么修都不能得解脱。那既然在末法不可能得解脱，那你讨论用什么方法来得解脱有什么用？也没用啊，就变成没有用了。所以就没有人在研究怎么样得解脱，什么是解脱，怎么样可以解脱，没有人在关心这个东西。那关心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末法不能解脱了，所以只能念佛往生，所以关心的是怎么样往生啊，所以才会造成大家不解缘起法，啊，不了解什么是缘起法，啊，那他可以知道无蕴无我，心经常常在背嘛，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无蕴无我，啊，他不知道，
怎么样证无蕴无我？怎么观无蕴无我？为什么是无蕴无我？无我是无什么？啊，我是什么？他在否定什么？啊，他这样否定要达到什么？就没有人关心这个，所以普遍的人其实是没有智慧的，真的没有智慧。啊，那就后来佛法就变成啊，它不是解脱法了，它不是解脱法，啊，它变成往生法了，啊，往生净土的方法了。后来甚至讲到，啊，这个释迦佛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往生净土的方法，特别是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方法，啊，后来就变成讲这样，所以释迦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来，啊，就变成这样，就是为了说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让人家往生，不是《阿含经》不是这么讲的，释迦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是为了告诉大家解脱的方法。后来就变成，啊，释迦佛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是为了告诉大家怎么往生到净土去。啊，后来就佛法就开始变了。啊，后来要心愿行往生，啊，本来是无量寿经的，啊，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就是回向发愿，啊，那么自心称念，啊，那么一向专念回向发愿，后来就开始就简化，就变成信愿行。后来就也不用发愿到日本，啊，也不用发愿，也不用念佛，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啊，就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啊，那佛法就慢慢没有了，啊，所以佛法后来变成一句佛号，啊，释迦牟尼佛，啊，就变成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变成四个字，就一句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实在是，啊，后来甚至有人跟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反正就是啊，就后来越来越颠倒了，越讲越离谱，啊，那众生就是这样的，啊，就不懂佛法真是可怜，啊，就很多人其实不了解佛法。好，啊，所以他这里讲啊，文会对于修习般若无用是不合乎佛法的，啊，就是般若，我们说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那么还是要从文字来，文字就是文啊，因为以前没有字嘛，只是听声音嘛，用声音听的，所以从多闻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多看，因为有书嘛，我们要多看啊。那当然也有讲的要多闻啊，多闻多看。所以那如果你不多闻，你是漂流于三藏教典之外的，就是佛法的经律论了。就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外道，啊，很容易就变成外道，啊，但这虽是必要的，但还是初步的啊，文只是初步啊，文思修正嘛，还要依此而向思向修前进。好，接下来讲，他说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般若诸经论。于此最亲切，就是在讲智慧的。这个般若是指智慧，那后面那个般若是指经论，就是般若经了，啊。那般若就在般若经里面吗？当然不是啊。所有的经论里面，基本上都有般若的成分，啊，就是因为我们说般若基本上就是圣意的，就是可以让你解脱的。讲这个第一义谛的不生不灭的，啊，那但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也要从啊从世俗地来，啊，就是方便说的用文字啊来告诉你啊那怎么修怎么样次第让你修上来的，啊，所以他说这个般若经里面讲这个，因为般若这里面主要指的就是无我空性。不生不灭、涅槃这些嘛，啊，那这个讲空性来讲，般若经讲的是最多的。你说其他经没有讲吗？其实也有，啊，但是要看了，啊，有些也不讲空，有些讲有空有不空的。就是我们说后来我们讲所谓的啊如来藏啊，那么唯识基本上也讲空，但是他讲的空跟般若讲的空不太一样，啊，其实这样。好，
所以他说般若诸经论以此最亲切。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他说佛所开示的般若学是依缘起法而显圣意法性的法门。圣意基本上就是真实啊，法性空性啊。那么这样的闻思又这样的修观，以到达现证啊，就是闻思修证了。这个就变成闻思修证啊。从般若的内容、体证的内容来讲，本来是无二无别的，就是般若所体证的。前面讲声闻跟菩萨其实是一样的，空是一样的啊。前面有讲了啊，他说这个是无二无别的，一切菩萨所分证的，诸佛十方诸佛所缘证啊。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分证，一个叫缘证。闻思修证啊，这个证，好，那这个是证的了，一证的这个般若拥有的智慧，这个分就是部分，啊，一分一分，一分二分三分，啊，多分少分全分啊，这个就是部分啊，那部分可能是一分。可能是少分，可能是多分。那多分就看多到哪里啊，十分之九就多。比如说讲十分的话，十分是满分，就全分。这个是分证，这个是部分，这个就是什么？全部啊，全部啊。啊，如果我们来讲，就证得一分也是分证。证得两分也是分证，假设十分是圆满的话，啊，就圆证，十分圆满的话，我们如果把十分当作圆满的话，那么从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啊，那如果，那么这个都是分证，九分以前都是分证，那么十分才是圆证。我们如果从五十二个阶位来讲。如果从五十二个阶位来讲，啊，比如说，啊，五十二个阶位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初地就分证了，啊，那初地到十地，一般十地之后就成佛了。那有些说十地之后有一个等觉，啊，那等觉之后有妙觉，妙觉就是佛，啊，如果是这样来讲啊，那变成十二分，十二分是满分。十二分是满分，十二分就是满分，就是圆满圆证，啊，就佛，这个是佛，这个是等觉菩萨，啊，那等觉菩萨，这个一生补处菩萨，啊，这个也是分证，啊，他还没满分嘛，佛才圆证，那这些都是分证，这些都是分证，那这个是少，这个是一分，这个是。这边是少分，然后这边就多分，啊，就变成这样，啊，分证跟圆证就全部证的，那部分证的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讲到，啊，他说一切菩萨所分证的，啊，那证得的基本上是初地以上的，啊，或者是我们说阿弥陀是菩萨以上的，啊，那么十方诸佛所圆证的，啊，佛是具究竟无上的嘛，啊，就圆证。全部证的圆满证的，啊，那么平等，就是说他所证得的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分证还是圆证，他所证得的是一样的，就是空嘛，无我嘛，啊，无我，啊，那么所以说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去，啊，就是气息相通了，啊，就是他所证的内容是一样的嘛。那这个楞严经里面也有类似的文。啊，他说你证得的时候是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与诸佛如来同一慈力。啊，这个是楞严经里面的，跟诸佛菩萨同一出息是一样的。
当你修正的时候，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那下面当然还有一句啊，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啊，但重点在这个啊，和上合十方诸佛同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啊，基本上就是跟禅宗里面常常说的，与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心，就是你所证的内容，其实就是菩萨所证的，就是佛所证的啊，你所见的缘起跟佛所见的缘起是一样的。你所证的无我跟佛所证的无我是一样的，你所体证的空性跟佛所证的空性是一样的，啊，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说，那么在教义的开示、观慧的修习方面，也是本无二致。既然所证的是一样的，那么用怎么样去方法去证得的，那应该也是一样的了。啊，他说，但是不然啊，照理来讲应该是这样。但是不完全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众生的根性好乐是不一样的，啊，方法，照理来讲，这样的方法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应该讲的要一样。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有不一样，所以啊，如来随机说法，不能没有适应的方便。就是佛法叫气理气机嘛，啊，从气理这一部分来讲，理上来讲，其实人证所证的跟人证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从气机这一部分来讲，因为众生的习性、善根啊、福报种种有不同的差别，所以为了适应这一些人，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四悉檀，啊，有这个世间悉檀，啊，不同的国土、不同的地方可能要不同的说法，啊，那么所以这个有世间悉檀，有对治悉檀，有为人悉檀，啊，每一个人所耗药的不一样，啊，那所以他可能要做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说明，所以有适应众生根基的方便，说明就有一些不一致，啊，就不会完全一样。就是如来所开示的同一教典，由于学者的思想方式不完全相同，理解法义而作为观慧的所言，也就不能全同。啊，就每一个人有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在佛弟子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啊，有重禅定的，有重论义的，啊，有重多闻的，有重持戒的，重陀陀行的，啊，各不一样。所以啊，你的重点也可能就会不一样啊，一开始的说明也会不一样啊，其实这样。所以也不能全同，就是修行的次第先后也会有多少差别。所以三十七道品里面，我们讲有从文思修正，有信解行正啊，那么有不同的，那基本上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也不一样啊。那么你一个没有学佛的人，你一开始你跟他讲无欲无我，那是没有意义的。你一开始要跟他讲三归五戒，你跟他讲三法印，那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东西。你跟他讲涅槃极限，那没有意义，那意义不大。那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完全不懂的人，你要跟他讲的就是三宝的殊胜。为什么要信仰三宝？佛跟其他的神有什么不一样？佛说的法跟其他宗教的修行有什么不一样？那成为佛教徒跟其他宗教徒有什么不一样？那你要让他做，先讲这个，你先让他信，就像这五圣共法里面的嘛，
你先跟他讲三规五戒，啊，你先不要跟他讲三法眼，啊，然后三三昧，哎，不用讲这个嘛，这个他哪里听得懂，哪里会，啊，所以一样，啊，那不同的，那你出家跟在家又不一样，啊，在家要求的是幸福，跟来生的幸福，这一生的幸福跟来生的幸福，啊，所以你要跟他讲五戒十善，啊，让他受八关斋戒，啊，偶尔过个出家人的生活。那么，如果他想要更进一步了，再跟他讲什么啊？再跟他讲啊，无蕴、无常、无我，怎么得解脱？你一开始要跟他讲怎么样让这一生幸福，来生也幸福啊。然后他慢慢觉得，哎，佛法真好，他想要更进一步。那我有没有办法生生世世都幸福呢？有，解脱你就生生世世幸福啊。那如果他想要得解脱了啊，他要出家，他要修行，那告诉他。怎么样修可以得解脱？啊，通常都是佛法也是这样的，啊，先讲端正法，啊，好，所以那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理解的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学者的思想方式不完全相同，所以有部派、有学派，啊，有宗派，啊，我们讲这是不同的派别嘛。那佛弟子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啊。啊，喜欢修禅定的都跟着目犍连，啊，比较慈悲的，心地比较柔软的都跟着阿难，那，啊，比较重智慧的，啊，那么都跟着舍利弗，啊，那这个比较喜欢啊说法的就跟着富罗那，啊，反正都是各，就好像画家有喜欢画画的徒弟，那么音乐家有喜欢唱歌的徒弟，啊，一样。那喜欢唱歌的就去跟哪一个唱歌老师学，喜欢跳舞的就跟哪一个跳舞的老师学，啊，一样，都是这样的，啊，那每众生的根性不太一样，好乐不太一样，啊，那当然，因为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所以他的理解佛法也会有不一样，所以同样一部经，不同的人来解说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同样的佛法，不同的人讲起来就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跟他的理解。啊，那么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说同样一个空，啊，这个说一句有部的来讲，唯识的来讲，如来藏的来讲，啊，还是这个中观的来讲，都不一样，啊，不一样。你说法，南传的人来讲法，众传藏传的人来讲法，北传的人来讲法又不一样。北传的人来讲，啊，那么唯识的、中观的、三论的、净土的，啊，那。又不一样啊，律宗的，你看，那大家基本上就是众生千差万别啊，千差万别。好，所以他这里讲到啊，那么这样的师资授受成为学派，彼此的不同越发显露出来啊，那我们所以差就越，因为部派又会分部派，部派里面又会分部，学派里面又会分啊，一般我们基本上这样嘛，部派、学派、宗派。那通常讲这样的话，啊，部派、学派、宗派，或是讲学系，啊。那么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它基本上是说戒与戒聚啊，就同类的人呢，啊，我们讲物以类聚啊，一样道理。那同类的人会聚在一起。或是学习这些的人，他就有同样的思维模式，跟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就是他有同样的这种这些概念，比如说唯识的、中观的这些。那通常我们讲部派，那部派基本上是佛灭后开始分的，通常讲部派是指这个，啊，就是上座部、大众部，从这个开始分，啊，就佛灭后开始分的，我们叫做部派，什么部什么部。佛灭后大概100多年到200年了啊，那一开始是分上座部跟大众部。那么上座部基本上就是年长的了，啊，齐年上座；大众部就是年轻的了，啊，那大众部有点像改革派，啊，上座部有点像保守派，类似啊，啊，类似像这样。那上座部底下开始又分很多，那大众部底下也开始分。分到一部中人说有18部或是23部啊，
就分享很多。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部派，部派佛教。那学派通常，学派通常是在，如果以我们北传的佛教来讲，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那么就是依你学习的，依你所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你学俱舍，有一群人在学俱舍，那么他就叫做俱舍学派；有一群人在学人且，叫人且学派。有一些人在学毗昙，叫做毗昙学派；有一群人在学，实地经论，叫做地论学派；有人在学诚实，论叫做诚实学派。啊，这个时候叫学派啊，就南北朝的时候啊。那么依你所学习的经论、经或论，或是律经律论啊，依你所学习的经论，那么自成一派的啊，师资相授。那么我现在学的，然后啊，比如说我学插花的，我学茶艺的，那一样啊，那这插花有什么流什么流啊，就是哪一派的意思啊，流派啊。那么这个是讲学派啊，学派。那像现在的大圣三系也比较是属于这种的啊，也有可能，因为他们是讲学系啊，他要讲学系啊，就是变成大圣三系，那比较属于是学派的。啊，那有时候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归类在部派啊，它比较是属于学派。那么这个宗派啊，这是根据某一部某一卷经来讲的。那宗派就是它有一个宗旨又不太一样，比如说华，比如说我们的八宗啊，就俱舍，不是，是一般来讲，现在比如说净土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那么它的宗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主的，那他强调的，是啊，天台啊，比如说唯识宗，中国叫做法相宗或者唯识宗啊，法相宗。啊，比举例来讲啊，那律宗啊，依律为主的禅宗啊，就不一样，这个是宗派。那么比如说唯识宗跟天台宗啊，它的宗旨不太一样。那么天台是讲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的，皆有佛性，唯识宗就不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认为有五种种性。那么有一些众生是不能成佛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这个是方便说。从唯识来讲，这个是方便说，这个是针对那种不定种性的人说的啊。那实际上一切众生有的是不能成佛的。但是对不定种性的人，你跟他讲一切众生可以成佛，他就发菩提心，他就可以成佛，因为他可能成佛，可能不成佛，啊，这种是不定种性的，是针对这种人说的，啊，那么从天台来讲，啊，佛说有声闻辟支佛有三种种性，或者五种种性，这个是方便说，啊，这个是他说这个有一些人啊，你叫他一次走500里，他觉得太远了，他不愿意去，他就不走了。你跟他讲只有300里，啊，很快就到了。啊，这就走到300里的时候，再告诉他，其实啊，后面有200里，他已经走了300里了，所以他就会可能，他300里走过来，剩200里怎么可能走不过来呢？他就会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实际上同一条路没有，你往300里、往500里的三乘其实都是一乘，唯一大乘，他只有唯一大乘，唯一大乘，这个才是究竟说，跟你讲有三乘，这个是方便说。那么唯识跟你讲，这个唯一大乘就是大家都可以成佛，这个是方便说，真的有三乘，这个才是究竟说啊。所以这个宗旨不太一样啊，那修行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所谓宗派啊。那净土宗就是以念佛为主的，律宗是以持律为主的啊，华严宗是以修华严啊，华严经的这种观念为主的。就每一个不太一样，啊，学派、部派、宗派，啊，大概就这三种。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他说，因为这样师资授受，就成为啊学派彼此的不同越发显露出来，那越往后面差异就越大，所以部派越来越多嘛，那学派也有分嘛，你说天台到最后也有所谓3+3外，啊，那这就算是律宗。四分律的啊，那么也有分了 啊
也有分派啊，那么认为啊，认为这个戒体啊是设法的，是心法的，是非设非心法的啊，这样他也分三派啊，就是越来越就部派就是这样，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啊，就越来越不同啊，所以总之根性不同，所以佛法有随机异说、同文异解、经同论异的现象。那么随机一说，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有不同的说法啊。那么佛在这样说，佛在这样说，同样一句话，但是底下听的人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啊。众生随类各得解嘛，啊，佛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听的这个也可以讲，众生都能够理解。那也可以解释说，其实就是众生自己理解的不一样啊，一样嘛，就佛讲缘起。有的证阿罗汉，有的证出果，有的没有证，有的还起烦恼，啊，你不就是这样吗？啊，那同样，我就同样讲啊，啊，我就同样这样讲啊，所以同文异解啊，那这个很常见的，就是一样是一句话，底下的学生各个听的各有思想，啊，各有解读啊，那同文异解嘛，啊，我是经同论异，那论是在解释经的，论是在解释经的。但是这个论不同的论解释同一部经，它解释的不太一样。比如说《金刚经》，啊，唯识的解释跟中观的解释就不太一样，就不太一样。从唯识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金刚经》，跟从中观的经典来解释《金刚经》就不一样。那《金刚经》啊，金刚经》以前我看到还有《金刚经》有53家注，有100家注啊，现在不知道几家了啊。就是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啊，所以叫做经同论异，啊，就是论是在解释经的，但是这样的一部论，比如说般若论啊，般若金刚经论，那么有好几部金刚经论，但是解释的不太一样，观点啊，入手的观点不一样，啊，那法华经也是一样，华严经也是一样，啊，人前经也是一样，啊，你从不同的观点就有不同的说法，啊，这里来说明啊，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根性不一样。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合掌一下，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